进出席庭审这一名美国妈妈看起来很普通，但却心狠手辣。Accused of murdering her own two children and leaving them in an oven。2007年，美国亚特兰大这名女子涉嫌将她两个幼小的儿子放在运转的烤箱中，直到他们死亡。而另一对在美国开中餐厅的华裔夫妇，妈妈一次情绪失控，重殴五岁女儿的头部，直到断气。事后两人还故弄玄虚报警，自掘坟墓，恶行全被公诸于世。但爸妈对孩子痛下杀手，除了情绪失控，更多的是迷信酿祸。And if you can train your horse and you can train your dog, you can train your children.美国一对父母认为体罚符合神的心意，因此常常以打小孩作为教养方式，不幸失手打死七岁女儿。另外，在印度新德里，日前也传出灭门血案，一家11口一夜之间死于非命，疑似和神秘宗教有关。而不管是迷信还是情绪失控，及早寻求帮助，才能让人伦悲剧不再上演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